今日为大家介绍执笔口诀，用执笔口诀可以帮助我哋正确姿势执笔。执笔姿势涉及五只手指，先为大家介绍每只手指嘅名称。拇指爸爸、食指妈妈、中指小朋友、无名指及尾指是玩具。依家用故事形式串联成为执笔口诀：拇指爸爸屈手揸车，食指妈妈指住条路，拇指同食指形成一个鸡蛋形的圈。依个时候可以将笔放在拇指同食指中间，笔刚放在手的虎口位上面，然后中指小朋友坐在后面。这个时候形成三足鼎立，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又不是笔刚的同一个高度，无名指及尾指是玩具，玩具放在车尾箱。现在重复一次：拇指爸爸屈手揸车，食指妈妈指住条路，中指小朋友坐在后面，玩具放在车尾箱。三只手指将笔攞好，就可以预备开枪。我哋依家做红笔练习，笔要喺灰色隧道里面画线，线粗0.4cm， 重量唔出界。用手指控制支笔嘅喐动，唔好喐手腕。做得好好，依家提升难度。隧道线粗0.2cm， 慢慢滑，尽量唔出界。用手指控制支笔嘅喐动，唔好喐手腕。做得好好，握笔力度不足的情况其实很常见，我们可以透过使用擦胶擦走铅笔线条去改善执笔时的力度控制。首先使用执笔口诀，拿好擦胶，拇指爸爸屈手揸车，食指妈妈指住条路，中指小朋友坐在后面，玩具放在车尾箱。使用这个方法拿好擦胶后，擦走铅笔线条。首先为大家介绍简单一点的版本，叫做救火游戏。我们可以在图画上面画上线条，然后擦走来进行练习。例如可以在一个森林的图画上面用铅笔画上火，再用擦胶擦走，就好似帮森林救火一样。做得好好，做完简单版，我哋可以加入一啲需要思考嘅元素喺活动入面。例如可以回答一啲应用活动，增加学习兴趣。我哋可以请大人帮我哋列出一条数学题，再写出两个答案，并用铅笔线联想，又同我使用擦胶将连住错误答案嘅线擦走。做得好好。